我可以插播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？摄影师大哥，回去要帮我修图哦。好。听到了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要再拍了。一出场就对记者咆哮，很符合这个角色形象。一头超丽短发搭配全身水蓝色服装配件，艺人罗志祥现身，不对，是他妹妹朱碧石。真的很开心，而且上台前我真的很紧张。你看不出来？我看不出来吗？我的心跳跳超快的。一出场就笑料不断，他也透露哥哥接到了花莲有机大使工作，加上自己的香氛大使，可以说是兄妹联手出击。但朱碧石的身材也成话题。来，右边要回眸，右边回眸。在他侧面拍会感觉我很胖，我没有肚子的，是因为这个衣服的关系。对，他没有肚子。要帮我收。如果明天看到报纸都是胖胖丑丑，你们就完蛋了。大家被骂得很开心，但或许也关注日前大陆媒体爆料，三年前分手的罗志祥与周扬青传出复合，继周扬青驳斥消息，他也给回应。有没有看到一些新闻？谁的新闻？就关于哥哥跟前女友复合的。我不知道哎，刚刚一直在问我的问题，问我的问题。好，问你，你会祝福哥哥交女朋友？他照顾我都来不及了，我的妈呀！戏做得很足，更被问到哥哥罗志祥的心情。很好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可以反映到哥哥的心情吗？完全是兄妹相连的。幽默回应让记者都笑到不行，朱碧石也宣告准备要有新单曲跟大家见面，让粉丝们超期待。水晶晶，好快哟！水晶晶是漂亮的意思，是吧？对，我懂。妈呀 ！TVBS 新闻花正森、巡婷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